本台消息，10月11日，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，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邀请，分别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，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。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，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。